冲破风雨泪滴棱角，无时无处无法无天，我依赖灵长，我穿越天地向着永恒宣告，我一往无前从身闯入风暴，无论众生炼狱有何难熬，不过就是从此熬战到老，出生入死出死入生，只为守望苍生，落日余让黎明燃烧，乐观迢迢我心朝朝，哪怕巨浪滔滔，我自修习是万年路，漫漫时光终会重现，万法归一半者一夜之天。
仙鼎重铸，飞升再起，你可是来夺仙鼎的？我来杀你。笑。都会在这红尘中等你归来。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岁，而动作不衰。提携天地，把握阴阳。消失的上古文明，真的存在吗？
听众中午好，今天是5月3日星期三，现在播报一条暴雨黄色预警消息。我市市区一小时降水量将达50毫米以上，并可能持续，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及大风。天气虽然不佳，同样祝愿各位假期无害。敬您一个，刘总，小本买卖都关照。我一会儿去那边看看，等会儿再回来找你啊。啊，来，刘老板。哎呦，林大美女，我来跟您敬一杯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谢谢。以后啊，还请您多多关照啊。谢谢大总，喝茶呢。叶大班长来了。班长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一会儿要多喝两杯啊。好。哟，叶大班长，听说呀，被李小曼给甩了，在学校混得风生水起的，上了社会可不作数啊。对对对，是是。来了。哎，班长，外面的奔驰 S 是你的吧？奔驰 S， 有些人呢就是喜欢租豪车参加同学聚会。是是是。班长，走。文昌，你坐那边。好，好。哎，程妈。文昌，哎，小曼，没怎么变了。你来了。嗯，这位是，啊，我朋友 Cad。小曼的同学，大家好啊。哟，中文说的不错呀，估计有人。来来来，过来坐。啊，对对对，大家别站着了，赶紧坐，赶紧坐啊！快坐呀，班长。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。这雨实在太大了，咱们早点撤吧。车可能走不了，等等吧。果然是租的车，这点水都不敢开。啊，林大美女，给个机会送你回去。好啊，走吧。哎，你去，你去。去啊，和云志说呀。云志，把我们几个也带上吧。哎，对啊，刘总，行，走吧。哎，谢谢刘总，回见啊。拜拜。这该死的大雨，我们被困住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长，都上船。班长，你哪来的船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上船，快！我的天哪，这里是哪儿？太壮丽了。这里是泰山玉皇顶。酷。下面都淹了，怎么这里连一点事都没有？天高不可及，与泰山立风山而祭之，祭敬神灵。泰山从来不是寻常之地。我出生如此，处死。
醒醒啊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！快！活下去，总有希望。